是精神评估的，我就想找一个过二人世界的。对，他如果找到那个对象或者老伴儿的话，他也想净身入户。净身入户可以啊，可以，你只要愿意到我们恩施去。要到恩施去，但是我还有3年才能退休。就是你爱熬3年。那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10年都熬过来了，熬得住3年。当年的小伙已经熬成了头。你除了喜欢跳舞，还喜欢什么呢？还有什么爱好？我喜欢唱歌、跳舞、游泳。让我们表演一个游泳吧。游泳啊？游泳表演不了。表演不了，表演不了。表演好，表演一个游泳。游泳啊，你看啊。表演一下。这是蛙泳，这是蛙泳，蛙泳是自由泳，仰泳。这是什么泳？这是亮水啊，亮水啊，我们来教亮水。亮水仰泳呢？仰泳这样，仰泳，仰泳就是这样。那再表演一个狗刨，狗刨最简单了。9号。你旅游的时候都去些什么地方？您爱好什么地方？我去过泰国、韩国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，在国内到处那就不用说了。你去过泰国是吧？是的。学过1-2句泰语吗？我学了，搞忘了。有一句就是跟你的爱情宣言的最后一句特别像啊、你最后一句怎么讲的？爱情宣言最后一句就是说老公挣钱老婆花。太对了，泰语叫做沙我的卡，刷我的卡。王浩，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。我也喜欢旅游，专门泰国我就去了5次了。我知道你为什么泰国去那么多次、因为你去刷别个的卡。不刷我的卡，他是刷别个的卡。